老秦他们再来的时候就没人教了，那时候他们来的晚了，都给气走了嘛，气走了嘛，现在走也来得及呀、啊、家长技能了，技能快板我还有呢，你拿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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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俩。先让小婷给大家做个小小的示范。二哥，这回你得转转面子了，二哥。这个快板啊，分三大派。哪三派啊？王高李。有王凤山、高凤山，还有李凤山。我打的是我们老师教的，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派啊。给各位唱一段吧。哦，同仁堂，同仁堂。你先来，你先来，你先来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，先生的好笔甩手自在王，药王爷就在上边坐，十的名医列两旁，先拜这个药王，后拜你，这个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，这个药王爷的本姓孙，孙思邈，华佗高，32岁保唐朝，正宫的国母得了病，他是走线泡沫治好了，他是一针治好了娘娘的病，他是两针扎好龙一条，佛手抄起甘草棍，这个棍棍打在陈皮上，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，这个鲜血躺在了木瓜上，大松丸，这个小松丸，庞大海，地溜圆，狗皮膏药贴风寒，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，我唱的名儿个唱不完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，福寿双全。哇，没有特别棒，特别棒，真没想到能在现场听到这么一个同仁堂，哇，太震撼了，太震撼了，难度非常大，表演的难度也大，其实如果是在一个正式的舞台上，对，还得加身段。其实我们仨为什么会这个，我们仨来太早了，2011年，他大概也2011年来的，那时候正好我们学校差不多有人教快板，等老秦他们再来的时候就没人教了，那时候他们来的晚了，都给气走了嘛，气走了嘛，现在走也来得及啊。所以就是说快板这个也不是说所有的相声演员都能打，能打最好，不能打也无所谓，对，因为有专门快板演员，来吧，学吧，六位学吧，好好，先学这个垫点，大拇哥摁住这个板头，小拇哥不发力，这样打，手腕发力吗？不是，就只靠这两个手指头，如果说垫点练到一定程度的话，会学单点，单点是这样的，扒了一下板头，第一个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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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爸大哥爸，开始可能打不太好，只能这么练。对，他不是这样一逛，一逛这不就过来了吗？你得把那个挂好，就是这个板儿真卡到这个位置，要不你控制不了。打这个一般学多久呢？看个人啊，个人。对，但是一般练都得最起码几个月是要有的吧。所以这是一个带技巧的活。就是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就这个意思。你老听着人打出花来，打出活来，但是任何漂亮的表演呈现在观众面前的，背后都是从那枯燥开始的。但是你如果要是打好，这枯燥谁都过不去啊。对。